创新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主题，这种对潮流的洞察正是推动时代车轮前进的动力。回拨时光的轮盘，1983年，伴随国家住房市场改革的开展，北京天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。历经时代洗礼，天弘初心未改，作为产城融合模式的先行者，一系列的优质项目便是天弘泼墨的新时代妙笔。智慧城新征程，信阳海营生态智慧城产业规划。选择好的画卷是善丹青者的慧眼所在。信阳御风出韵，山水茶都，阡陌通衢，区域之点，砂石作笔的天赐之所。依托信阳区位优势，秉持双创两融理念，构建中科信阳产业创新中心、中国信阳画里文化部落、中国信阳新余山区健康谷三大板块，科创引领，文创带动，健康保障，勾勒出海营生态智慧城的宏伟蓝图。中科信阳产业创新中心，创新城市发展的原动力，中科信阳产业创新中心，信阳创新所打造的澎湃引擎。导入中科院、工信部、清华长三院在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等领域优质产业资源，融合高新区基础产业链需求，构建一个中心、两条主线、三个支撑、四个阶段和六个平台。届时，中科创新实验室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创新示范基地等优质产研机构强势入驻，在夯实产业自主创新的基础上，一个集研发、中实和技术转化的科创服务平台呼之欲出，将实现引进100位高新科技人才，落地30家高科技企业，孵化1至2家上市企业，10个科技品牌，贡献超100亿元年产值等多项突破。服务创新，有凤来仪。中科信阳产业创新中心将被打造成信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、高新区产业落地加速器、越南高科技产业创新研发高地和华中公共技术设施设备服务中心。中国信阳画里文化部落。文化，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。中国信阳画里文化部落，信阳文化发展的新驱动，设立文化艺术大师创作中心、文化艺术展示中心、文化金融平台、全国艺考培训基地、非遗传承全国示范基地、影视文化基地、土猫旅游旅居综合体等，通过文化中国论坛、影视文化节、动漫文化节、文旅创作者大会等文旅活动的开展，以及专业艺术赛事的举办，画里文化部落将汇聚艺术大师，豪创文艺盛宴，打造信阳文化地标，助推信阳文化艺术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多措并举、多方融合的信阳画里文化部落将汇聚100位艺术大师，吸引200家以上企业入驻，届时每年会组织100场文化赛事，培训50000艺术人才，设置25部信阳血统元素影视作品，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，创造产值100亿元以上，跃升成为中原文化艺术国际交流中心、大别山精神文化传承中心、国家文旅融合新型示范区和豫南数字化营销经济总部基地。一幅以国际化视野为笔、以本地元素为墨的信阳文化画卷正在徐徐展开。
中国信阳新宇山居健康谷。健康作为新兴产业，也是人文关怀的缩影。新宇山居健康谷正是海盈生态智慧城项目在健康领域的前瞻布局。引入中国养老行业标准先行者汇佳投资，携手国内适老化龙头安心养老，互联网健康管理引领者东软西康，行业骨干中国康复医学会等机构资源及北京天坛、上海华山、中日友好、正大附属等医疗资源，融合区域潜在的项目资源，布局养生养老、医疗康复、科研教育和休闲娱乐四大板块，深度打造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新型示范区、康养人才培养输出基地、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和健康养生诗意栖息地，深化改革，一心求变，是天弘控股历久弥新的坚持，也是高新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抓手。产业在智慧中跃进，生活在生态中提升，梦想在创新中崛起。立足信阳，放眼全球，创新引领，生态建成的海盈生态智慧城将以协同、开放、创新的姿态，载入信阳跨越式发展的新征程。